本期实验制作水精灵，海藻酸钠是海藻里提取的安全无害的物质。海藻酸钠遇到乳酸钙中的钙离子，会迅速进行离子交换，生成凝胶。用特定的模具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有趣造型。本实验需要准备乳酸钙、海藻酸钠、热水、冷水、量杯、取样勺、大碗、半圆模具、色素、搅拌棒。往装有冷水的玻璃杯中加入两勺乳酸钙，搅拌均匀。向大碗中加入两勺海藻酸钠和300毫升热水，搅拌直至糊状。取三个量杯，分别加入40毫升海藻酸钠溶液和三种不同颜色的色素，搅拌均匀。将半圆模具放进乳酸钙溶液中，浸泡5至10秒取出。将黄色的海藻酸钠溶液填满模具，放进乳酸钙溶液中。浸泡1分钟后，取出半圆模具，可以看见玻璃杯中漂浮着水晶球。将红色和蓝色的海藻酸钠溶液按照相同步骤再做一遍。然后取出玻璃杯中的水晶球，发现又 Q 又弹，好好玩哦。